宗伯在演艺圈出了名的好人缘，艺人好友一大票，也有很多人喜欢跟他闹着玩。最近大家就发现有网友在微博PO出几张照片，拍到吴亦凡，他戴着招牌有色眼镜，打扮非常帅气，出现在日本东京机场，手上还举着接机牌，不知道在等谁。但因为身高187公分，实在无法不被注意，才不到一下，金简潘玮柏从机场内走出来，很开心的打完招呼后一起离开。两人在机场时旁边还有摄影机一路跟拍，有网友猜测应该是综艺节目，而该节目由吴亦凡邀请圈内好友挑战在东京开店的实境节目。但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两大男神再度合体，让粉丝很兴奋。有人说想去接机，有人说想被接机，只能说用想的比较快啊。